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ssi， 来自中国的上海。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支 YouTube 的 Vlog。那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多记录我的一些生活点滴啊，以及我一些工作上啊，以及我的情感上啊，跟大家可以多分享一些啊，而且我会带大家去打卡上海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。那接下来大家可以多多订阅我的号，然后多多对我有一些关注哦。这会儿我准备出发，和同事讨论一下工作上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出发。结果到后面，他突然告诉我，这个人是他前男友。那你肯定很不爽啊！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喜欢做完了，然后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我去干嘛了？我觉得是这关系的内核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你比较好驾驭吧。可能是吧。觉得什么事情，你肯定都会让着他，而且他也觉得，当心。
么？这是糯米鸡，糯米鸡。糯米鸡。这是虎皮凤爪，很糯，很好吃。然后别的好像没什么人吃，牛肉在，牛肉们都有的呀，牛肉。来你吃。河粉，河粉，这是中国的特色，油条，油条。油条一定是要配酱油的，不然是没有灵魂。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，接受分道扬镳，接受世事无常，接受孤独挫折，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，接受自己的缺点，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，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跟世界相处，首先是和自己相处。天黑，开盏灯，落雨带把伞，难过先难过，但也不作死，天亮以后满血复活。
Thank you for watching. Remember to follow Sissi.